干啥呢？这是啊，那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过两天我就回来了啊。这家伙的，这干啥呢？这都是啊，这都尾子，我过两天就回来了啊。带奶奶去看病啊，看病完了过两天就回来了啊。完了，在家好好的都听话，还有你，不行，赖咬人，知道不？你看那给大欢现在都害怕你都，嗯。好好的，那好好的，哎呀，这行了，亲我一下得了，亲，哎呀，行了，好了，好了。